老师，你这手上那才搬出来啦！我起码先收回随户呢，我都要带活动去所有才能下班啊。那呢，维修费干安全等于出啊？结果没啊，我这里有这人干的人，都是先上一顿去，才去输啊。嗯，这红声这么有自信，我跟你讲啊，今仔日你一定会输啊。还袂到最后的啦，像输像赢，佫唔知咧。 阿伯应该已经下班了，应该收到厝啊。哦，我知影，你先去车顶等我。好，你加油啊。嗯。你哪会知影阿伯今仔什么时阵下班啊？知己知彼，底下无我清楚，才会当百战百胜。哦，你是不是讨论阿伯？你是黑黑白讲啥啦？我甲乌手哦，拢调查清楚啦。 阿伯厝就伫咧改建正中啊，建商有讲哦，即间厝若改建好势，至少价值八千万。八千万，啊条件遐尔好，为啥物袂答应？小摊啊，建商嘛讲啊，阿伯因轻拄跟，啊毋过伫咧建厝的时阵，又选一间店面，甲两个车位，拢总是一亿啊。啊，因若要交厝，我补两千万的差价才会。 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阿伯是因无想要补这两千万，想要共拗，所以唔同。真啊假的啊？啊，不过迄拢是建商讲的啊，而且阿伯看起来嘛无参与什么有钱人，那有啥物两千万会用有啥差额啊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等下你就知影啦。哎、欸，等下。 爸，我回来啊！今仔日收拾组收了安怎？我收到啊，百外万的，会着啦，爸。你今仔日有去找罗先生候选人改进程无？当然嘛有，我今仔日哦，听你穿安尼破衫破衫去服务处啦，搁你的面头前去可怜啦，哦，你都唔知哦，伊我当真我呢，马上哦，就等于讲哦，要甲我斗处理啦。安尼好啊，伊往候选人出面哦，咱就免惊建商无答应咱的要求。 到时阵哦，咱唔那是会使摕到店面甲车位，佮加趁两千万。嘿啊，我唔则讲哦，咱暂时一定要搬转去遮住啦，安尼哦，才建商唔再惊咱这种钉子户。还是爸你较厉害啦。<笑>啊，你是南沙的。 想要这阿伯，还要可怜我是假，我想要利用我的同情去对付建商，你根本就是一个钉子户，我可恶。林叔啊吼，愿赌服输，你赢啦。这阿伯是条个狗眼，连我这种抓歹人警察都猜到我骗骗去。啊，你哪会一看就知影，伊是骗人的钉子户啊？虽然你做警察。 不过社会经验无够，社会黑暗又搁看无透。我自细汉都无老爸无老母嘛，我是一个人伫拍。我拢爱看人的目色，什么款的人哦，我毋捌看过。这个阿伯感情我一看就知影，伊毋是恁想个遮尔啊单纯的人。好啦，算你厉害啦。我一个人伫拍拼，照今日你的成绩，我搁爱照顾我迄个。 善良不加无是，顾主见的小妹，我无厉害，敢袂用的？嗯，啊，对了，我的新娘，伊身体敢若无介好？唉，有先天性心脏病啊，有几落届啊，我掠准讲，我爱失去这个小妹啊。不过家在啊，天公伯为着要磨练我，把我的心肝小妹留伫我的身躯边，无互伊走，所以哦，我应该是做大代志的人啊。 啊，做大代志嘛，爱人斗三工啊！你莫袂记哦，你有答应我，你若输，就要替我做三项代志哦。你放心啦，我答应过的代志袂反悔啦。啊，不过我一个条件，还佫有条件哦，就是你要我做的代志，袂用违背善良风俗，袂用违背法律道德，还佫有，袂用违背我的个人意愿。 这前两项我是有同意啦，也不过第三项哦、喔。
我若要求你做啥，你拢用违背你个人意愿来甲我拒绝，安尼袂输敢那诈赌呢？什么诈赌啊？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我袂用做迄种违法佮违背良心的代志。这你放心，我为人就正派，我无可能叫你去做违法的代志。顶多是你，你若佫肥条命，就是你讲话无算话哦。好啦，拢听你的啦，想叫我输。安尼嘛，较差不多米老鼠，唐老鸭。